这个数量还真的蛮恶心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我是旺，欢迎来到只有娘的世界。好的，那在前面的集数里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那个防爆衣装给做出来了，并且还做了一个可以反制怪物隐形的这个头盔啊，还有上一集我们做了这个弓，这个弓呢，它就是那种可以很快速拉弓的弓，对，让我们直接拉到满的话，基本上可以不间断的射击啊，没有错。那么的话，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刷我们的苦力谱了，对，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那苦力谱这个生物呢，它是盖亚魔典的地底生物嘛，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搭配深怪砖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要在高度60以下的地方才能生成。那有些盖亚魔典怪物它需要高度更低啊，像是高度16以下之类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除了刷苦力谱之外啊，汪汪还想再来扩建一下我们这个邪恶实验室，挖到一个那个高度16的空间，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盖一个那个大怪物斗技场的感觉。对，没有错。那我们就往下开挖哈。那这边上下运输的部分呢，我们也是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这个史莱姆通道，就它可以很快速的运输，比我们的梯子而言，相较起来是快的许多的。那这边汪汪也准备了很多这个凝固的血液块啊，我们就可以用这凝固的血液块，再搭配一个我们原本普通的史莱姆球，做成很多很多的这个灰色史莱姆方块。然后这个灰色史莱姆方块，就是我们再把它拿去烤一烤的话，就会变成史莱姆通道嘛。那烤一烤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这个有这个自动熔炼三幸运三的这个搞搞啊，不惨餐，来把它挖一下哈。来，我把它拿到副手，然后呢，拿起我们铲铲，开启汪汪的连点技能。好，我开了哟啊，好，那我们就可以挖出很多很多很多的通道来，没有错。来看一下，一组挖下来，我们可以获得多少多少的史莱姆通道哈。好，挖完了。来看一下，这样子我们一共有两组又40个的史莱姆通道。那这样子我们持续挖到我们的那个地下11层的话，这样子运输的那个通道绝对是绰绰有余啦。嗯，好，这样子的话看起来就这样持续往下挖就好了，挺顺利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邪恶实验室跟我们地下层模组的地下层很接近啊，就是我们旁边那个红色房屋，所以对，我们挖到地下层了。那地下层这边的话，汪汪就是考虑说我会把它这边的这个方块啊通通挖掉，然后用我们之前有在地底下鱼骨了300多格的石头嘛，我们石头超级多的啦，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石头来把跟我们那个邪恶实验室连接的地下层的房间给通通用石头堵起来，这样看起来就会舒服一点了。好的，汪汪稍微填补了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汪汪的想法，就是呢这边原本有一条道路，但是被汪汪整个填起来了，因为它很靠近我们的邪恶实验室，只要靠近一点的话，汪汪就会把它整个填起来。那汪汪再走到后面一点，绕一圈哈。那这边也是一条接到我们邪恶实验室的道路啊，就是刚刚我们挖的这一条哈。那这边呢，汪汪就是也会把它整个给填起来，像这个样子。对，这样子的话，我们邪恶实验室的管道它旁边就不会有一些小小空洞的空间，就不会生出奇怪的东西来了。然后呢，汪汪之前不是有做出我这个灵性护手的手套，弄到我们这衣服上面吗？所以说呢，我现在呢还可以搭配我这个灵性护手啊，直接看到很高的地方，然后用汪汪的滑鼠连点技能把它一直线的堆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建设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没有错。嗯，好的，那汪汪稍微又建设了一下，就是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现在弄到了30的高度啊，对，我距离11还有点距离，但是我想先在这边停下来了，因为呢该怎么说，虽然说挖它是很容易啊，但是我要把这地下层填起来真的是要花有点久的时间，而且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三层这边啊，它这个空间感觉就蛮适合当那个怪物斗技场的感觉，虽然说我们到时候还是会把它填起来啦，但是我们今天苦力谱先在这边刷就好了。那么的话，汪再把这边墙给补起来哈，对对对对，汪强迫症，我要先把它补起来，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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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补起来了，不要凸起来，凸起来好难看。好啊啊，那我们就先把我把那个我们之前在那个海底大粪坑挖的石头带过来了，那原本我们是有那个五大箱嘛，现在只变成三箱多一点点了，对，消耗了好多好多这个石头，没有错。好，那这边呢就是我们从地下层挖掘下来的方块啊，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啦。那我就再拿一点黑曜石，还有我们的这个杉木栅栏
来把这边围起来一下吧，不然等一下苦力普爆炸，这边爆炸的话我会很难过，没有错。嗯，好的，这样看起来十分的安全啊，即使我们苦力普爆炸，我们的箱子也不会有事了。对，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来这边放一个刷怪龙，确认一下我们的高度是在60以下，没有问题，是在苦力普的生成范围里面，然后把这边的火把稍微打掉一下下哈，我们就可以来放我们的苦力普生怪蛋了哟。哦，好暗好暗好暗，好，先拿好我们的弓，然后准备好我们的苦力普生怪蛋，打开我们的那个灵魂观察者技能。哦，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射爆一只，射爆两只，不要过来，不要靠近我， no 靠近no 靠近，不对，伤害怎么那么伤害怎么那么伤害怎么那么薄，伤害怎么那么薄，不对啊不对啊，错了吧错了吧，哦，妖鼠哦，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有，我看到了，他刚刚隐形的时候我看到他了，等一下为什么伤害那么薄，是我的问题吗？我用这个无损剑齿试试看哈，把这边补起来。哦，有了，看到了，那边有一只哦，哦，看到了哦，我透视到你了哟，好好好，三下可以解决一只。好的，往往准备了这个夜视药水，一定是因为太暗了，所以我们觉得压力有点大。有，我看到苦力普伸出来了，他隐形了哟。好，然后呢，墙壁后面还有一只苦力普，他隐形起来了，我们把他逼出来哈。哦，他在那么里面的墙壁啊，好好好好，看到了哈，这隐形的小家伙终于被我打出来了哈。那苦力普的普通掉落物的话，它会有，因为它是我们盖亚魔典的一级生物啊，所以它会掉铁力，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它会掉火药，就跟我们的苦力帕一样。然后我们稍微靠近。捡一下掉落物齁，呜呜，好刺激哦，好开心哦，他一伸出来他可能就会爆炸了。然后呢，苦力普的稀有掉落物的话他会掉，哦哦，靠近我了靠近我了靠近我了，不要让他太靠近我，好，走开走开，他的稀有掉落物他还会掉矿物箱子啊，没有错啊，好好，我们还可以对付他。然后他的独特掉落物的话，他会掉落我们的苦力帕女孩生怪蛋，就是我们盖亚魔典的村民之一啊，还有我们的那个苦力帕玩偶手办，没有错，就是我们那个最有人气的苦力帕女孩，没有错。虽然说她没有大奶子，但是呢，她就是我们 Minecraft 里面最有人气的生物，没有错。来，我要靠近你了哟，我又退后了哟，你什么时候伸出第二只了？我还以为被你不就赔了六六一，为什么一次都伸三只？这样心灵压力很大哎，真是的，不要靠近我，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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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超高速颜色。好好好，再收集点，再收集点，看一下，我们到时候可以召唤第二个生怪钻。哦，我们已经可以召唤第二个生怪钻了呢。哦，偷看一下，你有没有伸出来？没有伸出来。好，我要做出蛋了哟，我要做出第二颗蛋了哟，我要召唤第二个生怪钻了哟。哦，好好好，冷静哦，孩子冷静哦。好，我们把这个蛋给放进去就可以了，可以的，我们可以办得到的。好，我们开始了哟。哦，更多更多的奎普，然后我要射快一点，我要射快一点，我这弓就是要给我射快的，没有错没有错，射高速颜色，射爆他们。碎啦碎啦，是苦力帕女孩的蛋蛋。好，我们这一集就是先获得这个蛋蛋，那我们再获得一个玩偶就可以了。哦，好容易掉这个蛋哦，哦，这个一定是陷阱，他想要让我引诱进来然后爆炸，这样对不对？然后我们也顺便获得了这个矿物箱，就是他的稀有掉落物。不错诶，哇，一下就获得他的独特掉落物了，果然独特掉落物是很好获得的，但是这个心灵压力真的好大哦。高速颜色高速颜色高速颜色，不要靠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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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靠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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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表哦，还好有这个冷冻剑齿可以让它缓速，它这样子就不会太靠近我了。好的，那我们再顺便来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苦力帕这苦力普啊，它跟苦力帕的 AI 是基本上一样的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苦力帕可以用我们的打火机点燃嘛，这个苦力普好像不行，我们就先留一只，先留一只，给我预留一只就好了，我只要一只，我只要一只。然后呢，我们来让它缓速，让它缓速，我不要不要不要在那边爆炸，我点一下，不对呀、啊，你这样子让我怎么看到你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给我点燃爆炸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是的，真是的，来，我们要尝试点燃爆炸一只哈，来点它一下，它好像。我不太确定他这个是被我那个打火机点燃爆炸的，还是他自己爆炸的。对，起码维基百科是跟我们说那个他是不能被打火机那个点燃爆炸的啦。那我不知道维基百科是不是又在骗人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他要骗人了，没有错。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再来稍微想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介绍啊，就是苦力普这个生物啊。好，我很确定它应该是可以用打火机点燃的，我没有看到地板上有那个啊，对，我没有看到地板上有火光，它应该是被我点燃了。
好的，那这边再来补充一下这个苦力普的人知识啊，就是苦力普这个生物啊，原本是想要被作者做成苦力怕女孩的，但是呢，也是跟我们的那个狮巫啊，还有骷髅骑士一样，就是被玩家抱怨说这个游戏的奶子太多了，我们需要一点奇特的生物，所以呢，苦力怕女孩就被做成苦力普了。那苦力普原本还有另一个称呼啊，可能是想要被叫成炸弹者之类的，因为他英文名字叫 Bomber。 好的，忍受的心理压力，我觉得我的心灵受到了那个非常强烈的那叫什么东西啊，训练，对，我现在是一个心灵强悍的汪汪，我可以一次召唤三个苦力普神怪装，我都不怕怕了，没有错，我很棒的。好，稍微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收获哈，四个苦力怕女孩神怪蛋还不错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汪汪已经打到了七乘以十六个苦力普了，然后呢再接下来我想试一下其他的办法，就是我稍微把自己垫高了一点，让这边自行增长了一些苦力普，现在我们就来射吧，看看把这一坨杀掉之后，我们可不可以获得我们的那个苦力怕女孩的神怪蛋啊。对，没有错，这个数量还真的蛮恶心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下去。掉了，终于掉了，来确认一下有没有埋伏，有埋伏，来走开，我要那个苦力怕娃娃，不准抱我的苦力怕娃娃，走你，不要再过来了，好，把埋伏都清除掉，好，我要下去捡了，不，我捡到吗？我捡到了，还好我捡到了，真是的，好，那这个苦力怕刷怪塔，我们可以先把它挖掉了，没有错，来，回收资源，来，苦力怕拜，苦力普拜，苦力普拜，耶，太好了，我们刷到我们的苦力怕娃娃了，太好了，我已经嘴爬掉，不知道到底是苦力普还是苦力怕了，真是的。来看一下我们总共获得了什么些东西哈，好累个，怎么这么累个啊，真是的。来看，有苦力怕娃娃，好，看一下哈，这是我们获得的所有掉落物，我们获得一个苦力普怕娃娃之前呢，我们还获得了那个八个苦力怕女孩珍贵蛋。对啊，我们可以开那个苦力怕女孩后宫了。那我们就回我们的实验室上方来放一下我们的苦力怕女孩娃娃吧。等一下，我要先把我的这个灵魂窥视给关掉，这是那个够闹事的。好，而且我刚刚还逆向通行，真是的。好，我们来放哈。好的，这很重要。首先呢，我们要先消毒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接触的是Minecraft 世界当中的终极老婆，没有错，那 Ultimate Wife， 我们的苦力怕女孩玩偶，对，看一下她的设计感哈，看起来很可爱，头顶端就是一个小小苦力怕的设计，而且这个苦力怕还是一个斜边的脸，天哪，来看一下，有奶子，对，好，我们把它放到不同侧看一下她的那个光照感觉哈，这边会变得比较暗一点啊，很好，很香，多吸一点啊，很赞，很棒，那我把它放到哪里比较好呢？我把它摆到这里好了。不对，我开到我的那个箱子，不能放在这上面吗？不能放在上面呢，好可惜哦，不能放到桌子上。真的不能放到桌子上吗？看起来真的不能放到桌子上啊。那我把它放到放到哪里比较好呢？好的，我决定了。那在我们帮这个苦力怕女孩娃娃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放置地点之前呢，我们就先把它放到我们的大洋妓院这边，因为她是大家的老婆。对，我看看这个光影，看看这个凸起感，很棒，非常好。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就是成功刷了我们苦力普的那个所有掉落物了哟。那么各位在网片底下留言的时候可以留在 Minecraft ID 还有名字，这样就有机会出现在网片当中哦。今天就这个样子，感谢各位收看，拜拜。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真是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逐渐补汤。